暴雨将天与海缝在了一起，泰山一样大的浪头先上天际，又被紫电劈开落回海里。那是年幼的我所见过最壮丽的风景，并在其后许多年的困顿人生里被我反复回忆。天子脚下借我一个理子可讲了吗？你是何人？我要他做保。我家姑娘乃花相公之嫡孙，花舍人之长女，高门贵秀，尔等也来敢问。花舍长女是他？奉旨抄家，不从者立斩。来抄家，不是来杀人的。你一条白绫都系不好，他要真一心待你，那沈姨娘、邱姨娘是怎么来的？蓉儿妹妹又是怎么生出来的？你不过是他世俗的装点，用来成全他不近才色的清明。闪开，别碍事。是他，我们必须尽快寻一个可靠的男人。只有心中有了抉择，路才走得明白。七秀司臭名昭著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今日我既是司使，就得按我的规矩来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我家在禁军衙门有些熟人，说不定能同七秀司说上话，当务之急是把花纸接回来。这陈志根本就不是好人，我们的钱都被他拿出来烂赌，一把会杨进人，你便去告我也没凭证了。这么说是没得商量了。给我滚！下！沈家不是和芷儿应了亲了吗？可是到现在，他们也没有派人来退亲，不是？要是咱们肯去求一求的话，那现在咱们花家到这般田地了，谁还愿意被拽进来？难道咱们一大家子人都靠这家女儿养活？可可。你怎么才回来？这等当街卖货的丑事，连我两个丫鬟都羞于做。今日我便把话说明白了，我宁愿饿死，也不赚这臭钱。我把玉珠，还有你的那两个丫鬟给卖了。福东，你是我的人，不是三夫人的，别怕。可我的妻子还在三夫人呢。当年的事，你再好好想想。若想起什么，拉开这只信报，有人会带你来见我。若线索有用。我必有重赏。